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254面，254面，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这一段呢，寿命无量云啊，接着看底下。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于百千劫习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这是第十六声闻无数愿啊。这一章，这个黄老注解里面啊，此章含第寿，寿命无量云，即第十六声闻无数云。至于寿命无量云中，即指佛之寿命无量，兼明国中，无数声闻，天人寿命一切无量。经此一愿，在位矣，分为两愿。可见此会本之48愿。所摄弥陀愿德，广与任意古矣。啊，这就是汇集本，确实汇集的好。啊，将五种原译本里面精要啊，全部都收集在这个本子里头。啊，所以多这一个本子。五种原译本呢，就全都读了啊。第一，寿命无量愿中，首尾彼土教主，寿命无量。古大德有所谓，这一愿是净宗第一德啊，这个德是讲德能呐，啊，十方世界。天人寿命都有一定的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包括二乘，包括全教菩萨，都是有生有灭的。啊，变异生死里面讲呢，有实有终的。啊，唯独西方极乐世界，二乘跟人天寿命都跟阿弥陀佛相同。啊，佛无量寿，所以连天人都无量寿。
这一愿非常重要啊，没有这么长的寿命，我们学习就不能够圆满啊，寿命长有的是时间啊，所以一生都能够圆成佛道，这是第一个条件呢。我们这个时间修学，无论怎么用功，寿命太短了啊，所以还没有到开悟啊，寿命到了，那就没法子。这一生修得很好，来一生呢不是人生啊，依旧会到这个世间来，但是来出生啊，又变成一个人，至少当中要断掉20年啊，这20年这个断层再起来修总有困难啊，所以说是每一次都有各因之谜啊，反复有前世的事情不记得了，要想学东西都得从头学起啊，人天如是啊，二乘也不例外，对，菩萨有各因之谜啊，再来投胎呀，前世的事情比我们聪明啊，可是他还是有障碍啊，这个就是他方世界的这个众生呢，比不上西方极乐世界啊，人家寿命长，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我们在前面学过，人的相貌相同，体质相同啊，生活环境相同，所以分别执着的心生不起来啊，我们这个世界这种妄念情绪很容易生起来，原因就是不平啊，啊不平等，比如说相貌容貌，容貌好的人容易起傲慢心，容貌不很不好的人就具有自卑感啊，有嫉妒心，他这个东西生起来了啊，所以西方世界阿弥陀佛参观那么多诸佛刹土，这些事情他了解得很透彻啊，他建立这个新兴的道场啊，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啊，把它避免掉了啊，生活在平等的世界。我们在这部经典是释迦牟尼佛将极乐世界给我们做出详细的介绍，在这部经典里面没有看到西方极乐世界有政治组织啊，有政府组织，没看到啊，今从头到尾没有听到西方世界有中央政府有地方政府，没有这个话，没听说这里头有国王啊，有上帝，没听说过，也没有听说这里面有四农工商什么各行各业，也没听说过啊，给我们讲的让我们这个看到的极乐世界仿佛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一个是佛一个是菩萨，就这两种人，
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好像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学校一样啊，有班级，你看他有四徒三辈九品，不就是班级吗？学生程度有高下之分啊，除这个之外的时候，这个社会状态很特殊啊，跟十方国度啊都不一样啊，这是一个清净平等的世界啊。下面说如法华说山海会如来，这法华经上有这么一段话：寿命无有量啊，一命众生苦。这是说佛的寿命啊，山海会如来。这个从名字我们就晓得，这个如来啊，有慈悲心，有大智慧啊，用山跟海来比喻。山，我们中国人常讲啊，这个寿比南山呢，这山是比寿，寿命高啊，高寿啊。慧是用海做比喻，慧海，智慧之海啊。你看这个名号上就晓得，哦，这一尊佛了，是寿命长啊，智慧很大。为什么要这么大的智慧？要这么长的寿命呢？以悯众生故啊，他在这个世间住的时间久，教化久啊，许许多多众生都有机缘亲近佛陀，接受佛陀教诲啊，是为了怜悯众生的，为了普度众生。这下面说了，盖教主诸事时短，则化思短俗啊，这个化就是教化众生的事业，时间就短促，众生难遇啊。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住世80年。从事于教学教化众生的事情真是非常勤奋啊，一天都没休息啊。经上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去度假了，没看到，天天在教学，一天不中断了，教了49年。这是做给我们看的，虽然49年没中断，时间还是很短促啊。如果释迦牟尼佛无量寿，那我们今天不是也能够亲近到他吗？那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现无量寿呢？他能现呢，他不是不能。是因为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根性太劣了。如果佛要真是现长寿了，我们把佛会看成神仙啊，他不是人，我们也不敢跟他学。那神仙，我们是凡夫，怎么能够学得到呢？所以他的视线跟我们人一样啊。佛出世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平均寿命大概是100岁，这是佛法里面讲劫，小劫有这种计算法，小劫是人寿最短的时候10岁，100年加1岁，加到84000岁，这就到头了。从84000岁呢，每100年减1岁，再减到10岁，这一增一减叫一个小劫。20个小劫是一个中劫，
四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就是佛法里面计算时间的单位。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是我们人的寿命在减劫的时候，100岁。那么100年减1岁，佛灭度到今年3037年，100年减1岁也，那就减30岁，所以现在人寿命平均呢70岁，平均70岁。所以古人有所谓呀，人生70古来稀呀，这讲平均年龄，这个是这样算法的，所以世尊示现的，真的是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佛没有意思，要注视长短，众生啊。机感不相同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下面说，教主常住。这化缘无穷啊，立身无尽呐！这一句用在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事实啊！极乐世界就是这个样子，故呈现赞曰：佛寿无量，化道智德也。化道就是教学，佛菩萨的大德是教化众生的。谁不克量此愿？人人都希望佛菩萨长久住世。我们现在明白了。诸佛菩萨了没有寿命的，他应化在这个十法界没有寿命。那住世长短呢，完全是感应，众生有感他就有应，感消失了，应就没有了。道理在此地，我们要求佛菩萨住世，我们对佛菩萨的感就不能中断啊，因为这是因嘛，感是因，因是果，感属于众生，因属于佛菩萨，感是有心有意，因是无心无意。用现在话就是，它是一种纯自然的反应。它没有起心动念，更没有分别之处。我们用什么感呢？用真正对于善法的爱好。这特别对佛法。想学习，想听闻。这样才能感得佛菩萨住世啊！为我们讲经教学，我们也非常认真的学习，不辜负老师的期望，这叫感应道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佛菩萨是不是真的常住世间呢？
愿望下面还要加上修行，修行还要有正果，啊，信解行正，圆满具足，我们就相信，佛菩萨就常住世间了。啊，如果我们懈怠懒散，贪爱世间五欲六尘，佛菩萨就走了，就不在世间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口头上求没有用啊，要用行动啊。啊，他真干呢，啊，才能感动佛菩萨。啊，下面说，又弥陀是报佛，报身佛了；极乐世界是报土，实报庄严土。啊，是真实的，不是假的。啊。不像六道十法界，啊，十法界都是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十法界无常啊，啊，报土真常。它里面没有变化，十法界里头。刹那刹那在变化，念念不住啊，所以它是假的，它不是真的。啊，所以跟十法界一比呢，啊，十法界它那个地方没有一切变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居住修行的住所，十宝图啊，居住十宝图的人。也是报身，啊，我们上加个十报身，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身也是报身，啊，我们是什么报呢？业报，啊，前世做的善业，这一生来享福，啊，富做个富贵人。享福啊，福报嘛。如果前世做的业不善，那这一生就得受罪啊，贫穷潦倒啊，要受苦受难，那报身嘛，那也是报身啊，跟这个十报图的那个报不一样啊。他那边报啊，是福慧的报身，啊，我们是善恶业报，啊，不同地方在此地啊。教主寿命无量，是真实无量，非有量之无量，啊，有量之无量。讲的很长啊，我们没法子计算称之为无量。而实际上来说，他们所现的相啊，极乐世界所现的相，不能说
量的无量，也不能说非有量的无量。啊，为什么呢？他的性确确实实是非有量的无量，一点都不假。但是佛应化在十报庄严土，也是十报庄严土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之感，他印现的。那他印现的呢？那这是有量的无量啊，就是从相上讲是有量的无量，从性上讲那是真正的无量。啊，这两种是一体，没有办法分割。啊，它是一体的。啊，我们在前面也向诸位报告过了。啊，常寂光图里面的妙觉国位的佛陀，应化在十报图。是什么样子？啊，同一个道理。楞严会上佛说的，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啊，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神通，有这种道理。十报图里面的菩萨有四十一个级别啊，像华严经原教所说的有十住菩萨啊，这都是明心见性的啊。往上面去，十行菩萨、十回向菩萨、十地菩萨、等觉菩萨，四十一个位置，他所见到的佛，每一个人所见到的跟他自己的级别相等。我是初住菩萨，我见的佛是初住啊，我初住这个感嘛，他印的是初住啊，那个人是初地菩萨，他见的佛是也是初地菩萨，跟他级别是相当的。注意一下的，同是一个身呢，同是一个相啊，个人看的不一样，这个才妙了。每个人看的不一样啊，啊，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众生无法想象啊，确实是这个样子，随心应量啊。我们在那边修行住一段时期了，从初住升到二住了，二住升到三住了，我们看那个佛像也跟着自己变化啊，随相跟性还是有差别啊。等觉菩萨向上再提升就到妙觉了，他在十报图的相就没有了，他回常寂光了。但是回常寂光的时候，十报图里头那些菩萨有感恩，他也有应，不是回到常寂光就没事了啊，到常寂光上完全是因啊，依旧是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啊，黄老说用现在的语言表之呢，寿命无量，指绝对之无量，非相对之无量啊，这个意思
我们刚才说过了。啊，真的来讲，不能讲绝对，也不能讲相对。相对跟绝对是一，不是二。啊，这才妙用啊！慈愿下民啊，这愿下民讲说各种人民寿命一切无量啊，这古人说的此地有啊，陈宪云：人民寿命无量，净土第一德也。古德说这句话说得好啊，净宗第一德了。啊，下面接着说，修行佛道者，思魔唯恐，生死间隔，退缘根本也。啊，这就是讲，这不退难啊。啊，生死你想不退也退转了。啊，你真的死了，那你生了，纵然你的功夫好，这一遍死了。立刻就去投胎，啊，又到人间来了，啊，你还经过母亲十个月怀孕，啊，生下来之后，至少，十几岁，啊，你能够聪明有智慧闻到佛法，啊，至少也要退转个十来年了，估计15年是决定要退转的。啊，中间断了15年，一切都再来，通通生疏了。啊，所以这是修仙人最大的障碍。啊，退缘的根本，见佛闻法，直欲众生，供养诸佛，亲近善友，自在快乐，无有众苦，其德非已。若寿命短促者呢，遗恨积积，如预备无底故。那这个无底预备是宝啊，它下面破了，它没有备的作用了，啊，它不能沉水了，啊，这是。六道里面的很大的一个遗憾啊，因为必须要有寿命，你才能见佛闻法，你才能够与圣贤善知识啊，这属于私道啊。啊，我们的生命得自于父母，这不能不孝啊！在佛法，在世法，古圣先贤教育当中，不孝这是根就坏了。啊，在我这样的年龄，比我大几岁就更清楚了。啊，我记忆当中，我们做小孩的时候，国家还有这么一个法律，叫亲权处分。啊，亲就是你的父母，你的生父生母，他有权利一个处分，是什么呢？如果他不喜欢这儿子不孝，告到这个官府啊，你们把他杀掉，立刻执行，没有任何辨别的啊，你父母不要你了啊。所以从前这一条法律还好啊，不孝的人要得假装着孝啊。啊，父母是不高兴，告到衙门去，你命就没有了。
那真的这一点不假了。这一条法律在民国二十几年废除的，抗战之前。抗战好像是民国二十六年。在抗战之前，我记得有这么一个印象。所以人最严重的罪过，第一个就不孝父母，第二条就是背私叛道。老师的恩跟父母没有两样啊。我们的慧命得自于老师，生命得自于父母啊。所以佛法你看敬业三福第一条。一开头第一句孝养父母，第二句奉师师长。这两个根要坏掉了。伦理道德全毁掉了。无论做什么好事，就好像花瓶里面插的花一样，没根。这个道理很深很深。现在人不讲求了，没人去想它了。所以今天社会动乱，今天地球灾难这么多，从哪来的？孝敬两个字没有了。这是信德的大根大本。根本没有了，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今天要救这个社会，怎么救法了？只有一条生路，赶快恢复伦理道德的教育，恢复宗教教育。中国这一片大地能延续五千年，靠的是传统教育。在西方，在外国，维系社会安定和平，靠宗教啊。现在科学发达，东方人不要伦理道德了。传统文化不要了，西方人不要宗教了，问题出来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严重，科学家提出警告，告诉我们，我们再也不努力想方法改进，这个世界进入末日了。许多科学家他们是提出数据，不是随便讲的。人类住在这个地球上能不能延到这一个世纪的这个底线也就是二十一世纪。能不能活到2100年？很多人讲靠不住啊，这地球会毁灭。为什么会毁灭的呢？诸佛菩萨、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就是孝跟敬没有了。这地球就毁灭了。会有那么严重，什么原因？佛法讲得好，境随心转。地球是我们生活的环境啊，
生活环境是人类意念跟着意念走的，我们的意念善，山河大地美好；我们的意念不善，山河大地它就会毁坏。啊，从小的来讲，我们身心健康，啊，心地善良，身心健康；心行不善良，身体肯定有毛病。啊，为什么呢？身也是我们的环境，最贴身的一个环境。意念主宰了一切，啊，科学家是告诉我们了，啊，现在全世界大家都知道的，2012年是灾难年，地球上的灾难年，啊，科学家也给我们提供一个解释，这个应对的方法，啊，他提出来的跟佛经上讲的是一样的，但是只提出一个纲领呢，没有细节。啊，科学家教给我们如何应对2012地球灾难年。啊，他讲了三句话。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要弃恶扬善，要把恶的丢掉，要把善的表扬出来，弃恶扬善。第二句话改邪归正。第三句话端正心念，这个灾难可以化解。纵不能化解，大幅度的减轻。啊，那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邪正的标准是什么？他就没说了。啊，宗教经典里面有。我们中国传统教学里头有。啊，中国古人教学。最重要的四个科目啊，五千年教学都是抓住这个纲领，不敢远离。这五个科目，第一个是五伦，五伦是讲人与人的关系啊，父子有亲，父慈子孝啊，这就是标准。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啊，人与人关系里面表现出什么？亲爱、礼敬。古人非常重视，啊，现在没有了。啊，从五伦里面就生五种常德，啊，常永恒不变，不能须臾离开的，啊，离开就错了。啊，这五种五德，就是仁义礼智信。啊，
人是爱人啊，意是循理，齐心动念，一切作为要合乎意啊。意是什么呢？合情、合理、合法，这叫意啊。啊，四维礼义廉耻，管仲说的。四维不张，国难灭亡。如果这个国家的人，啊，不知道礼，不知道义，不知道廉耻，这国家民族就很快灭亡。啊，最后一个科目是八德，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中国几千年的教育都遵守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啊，你看儒家讲的，这儒家的专著四书五经十三经，字字句句不离开这个范围。啊，乃至于乾隆编辑的《四库全书》也没离开啊。啊，佛法里面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三规五戒律仪。非常完备啊，比儒家讲的还详细。啊，这是什么信德的流露啊，不是古人定的啊，不是他发明他的著作，不是的，这是每一个人自信的信德啊。现在虽然丢了，你只要提起来，哎，每个人都欢喜，我们就晓得这是信德啊。你看在中国丢了差不多将近100年了，我们在汤池就用弟子规做个实验啊，3个多月这个小镇民风就180度的改变了，我们非常惊讶，证明两桩事情啊。哪两桩呢？第一个证明古人讲的人性本善，证明这桩事情啊，人性是善的，那可惜没人教他了，啊，他学坏了。第二个证明呢，人是非常好教的，不难教啊，怎么那么短的时间呢？他良心就发现了。啊，人真有良心啊！啊，就是没有人教他。啊，没有人做一个试验点，做一个好榜样，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看。啊，看古人这种教学的方法的时候，你看到东西好不好？啊，现在要不要？啊，做出榜样来给人看了。啊，大家看到都欢喜，都赞叹。那说明古人东西有价值，现在人所思想的有问题。啊，古人东西经得起5000年的考验啊，现在科学都办不到啊。科学几年之后有新的科学家把前面推翻了啊。在从前都讲定律啊，真理，现在没人敢讲这话了啊。新科技突飞猛进啊，可是古圣先贤那一套东西没有人能推得翻啊。
孝顺父母能推翻吗？你想想，你将来老了，你希望你儿子不孝顺吗？啊，你不喜欢别人尊重你吗？这东西能推翻吗？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推翻呢，人就变成禽兽了。实在讲，连禽兽都不如啊。禽兽吃饱了都不害别人呢。啊，所以今天只有啊，这外国人讲的，不是我们讲的，我们没这么大的智慧啊。因果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说的啊，要拯救这个地球，要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谁相信？谁肯干？不相信，不肯干，这世界没救了。这真的不是假的。啊，人类系生存在现前呢，是最危急的一个时候啊。许多人提出了严重警告啊，来日无多啊，要认真努力去念佛了。这个话讲的没错啊，更应该积极去推展伦理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因果的教育、宗教的教育。这四种教育能救社会，能救世界。啊，我们做了十年了，从99年开始做。啊，虽然效果不是很大，带给我们强烈的信心。啊，宗教可以团结。啊，宗教能觉悟，我们希望宗教彼此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就能带给这个社会和谐平等啊，带给地球上居民的时候真正的福祉。啊，这是我们读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非常的向往。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在这个人间建立净土呢？啊，想到东晋时代，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东陵念佛堂，123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在一起念佛修行啊，是地球上第一个净宗道场。123个人个个成就啊，不可思议。前人做得到，
我们后人努力也能做得到啊，不是做不到啊。啊，圆公当年所依的经就是《无量寿经》，那个时候《观经》《弥陀经》还没有翻成中国文啊，《无量寿经》来得早啊，翻译也是最早的啊。净土宗这个建立，首先就是依这部经。啊，我们能把这部经里面的道理啊理论变成我们的思想啊，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就做到了啊，一个小小的范围啊，志同道合在这里修行，那就是极乐世界啊，你真做出样子了，那净土宗在整个世界会发扬光大啊，所以一定要做一个示范，做一个典型，让人家来学习啊。所以这个这桩事情得要大福报的人才能做得成功啊。我想我这一生呢是没法子了，来生大概可以啊，过去生中没修福嘛啊，只有修了一点智慧，没有福报，但这一生修的福报很多啊，所以要有福报有智慧啊，才能做得成功啊啊，福慧双修啊，缺一个都不行啊。我们这个世间有很多有福报的大法师啊，啊，福报很大的没做啊，啊，我们想做没福报啊，啊，我很想跟他合作，他不跟我合作，没办法了。啊，我能把我能看到的，我能想到的，啊，我都在讲起的供养给大众，我相信听众当中有，肯定有，有智慧有福报，你们要发心啊，救自己，救你的家庭，救国家，救民族，救全世界，这个功德多大，这多有意义的人生呢 啊不要求做大官，也不要求发大财啊，做真正的好事啊，你是这人一生都快乐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这个有意义我们看啊，二五五页倒数第三行啊，又妄希一语，住乐根本呢，只在此愿，这是真的啊。极乐，极乐的根本是要寿命啊，如果没有寿命，那个极乐也等于零了啊，没寿命去享受它怎么行呢？啊，所以这你就知道这一愿呢，古人称为净宗第一德了，它很有道理。啊，没有寿命，一切都结束了，都完了。啊，所以寿命比什么都重要。啊，又如群疑论，为敌国人民，命极长远，纵令凡夫啊。还如变异，究竟成佛啊！这个变异就是
分段生死了了，他还有变异生死。那我们讲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十报图里头，41位法身大士，说实在的话，他们变异没有了。但是极乐世界有凡圣同居土，有方便有余土，啊，这两土有变异生死，没有分段生死，啊，所以他们这个问题解决了，真的一生究竟成佛啊。盖生极乐，见佛闻法，一切处一切时皆是增上，啊，都是增上缘，帮助你增福增慧。啊，成佛，福慧到了圆满，这才成佛。福慧有欠缺，成不了佛。啊，福慧圆满才成佛。啊，所以极乐世界它最大的好处没有退缘呢。啊，这个是很大的好处啊。我们这个世界处处都有障碍。啊，很容易退心。啊，那他没有退缘，寿命呢又复无量，啊，又有无量寿，故不论根器如何，凡往生者必定成佛，啊，成为净土第一德，良有一业，啊，这是决定是事实，是能够，啊，讲得通的。净土第一的，下面第16愿啊，声闻无数愿，愿闻曰：各种声闻天人无数啊，所以这说明极乐世界有方便有余土，声闻是方便有余土。有凡圣同居土，天人是凡圣同居土，往生到那边去的人都是无数啊，啊，数不尽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那么西方极乐世界到底有多大？能容纳多少人？啊，它确实是个很大的星球，比我们地球大太多了。地球上现在人满为患，多少人呢？也还不到70亿人，就人满为患了。地球上的资源几乎没法子供应了。啊，那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个星球太大了，啊，我们能够理解什么？每一天，你想想看，从十方世界啊，诸佛世界去往生的人有多少？啊，每一天说一个星球一个人去往生，那我们知道这个星球啊，真是无尽无数无量无边，那极乐世界每一天去的人就是无数无数无量无边的人啊，这真的啊，一点都不假啊。可是还有一桩事情大家有没有想到，那像学校一样每一天入学的这么多人啊，他每一天还有毕业的啊，毕业就离开了，每一天毕业的人数可能也有这么多人。啊，他在那边修行成就成佛了吗？啊，他只要证到妙觉位就离开了。所以要知道，实际上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是41位法身大士。啊，
包括他们的声闻天人。啊，为什么呢？这一愿愿文里头说得很清楚啊。啊，第二十愿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啊。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致菩萨。啊，阿惟越致菩萨就是十报土的菩萨。啊，云证三种不退呀、啊。啊，三种不退，最后一种是念不退呀、啊。念不退是十报土的菩萨。啊，凡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到极乐世界，不管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不可思议啊！啊，那么我们就知道，凡圣同居土。也就等于十报庄严土，它里头没有生死了，没有变化了，啊，前面给我们讲的，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体都是金紫磨真金色身，啊，体质相同，相貌。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相貌相同，这相同就不变了，不像我们这个世间呢，有生老病死啊，啊，年年都变化，一年比一年老啊，停不住啊，西方极乐世界的人不老，啊，你看无量寿他人不老，他没有变化。这个不可思议啊！我们相信很多很多人都喜欢长寿啊，喜欢短命的人很少，不能说没有，也有啊，但是喜欢长寿的多啊，喜欢长寿的人都到极乐世界去。啊，这个地球上每天，我们能想象到，每一天自杀的人不少。现在连小学生都自杀，那为什么活得不耐烦了？这世界太苦了，没有意思。啊，自杀解决不了问题啊。如果自杀能解决问题，那事情太简单了。啊，解决不了问题。啊，自杀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带来更多的麻烦。佛在经里面告诉我们，凡是自杀的人，他很可怜。每七天，他要重复表演一次。就是说他中阴身，他没法子去投胎啊，六道轮回啊，他就止于这个地方，每七天要受一次罪，要到找到替身他才能离开，要找不到替身，有时候好多年都找不到替身啊，很苦啊。如果他知道自杀这么苦，他就不会自杀了。啊，那觉得这个世界活得没意思，极乐世界好啊。极乐世界样样称心如意啊。为什么不到极乐世界去呢？啊，那由此可知，无论是什么人，实在讲啊，他对极乐世界知道的太少。
没人介绍给他，真正他知道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好的地方，现在人讲移民呢，再赶快过去啊，啊，这就对了，啊，移民到极乐世界，没有什么条件的，啊，也没有什么资历的，只要你想去，啊，条件三个，你真信，真愿意去，啊，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佛为什么重要呢？西方极乐是个星球，很大的星球，在太空当中，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信号，就好像空中飞行这样子，它有个信号，你念这个信号的时候，方向就正确了。你不念这个信号的时候，那你不晓得跑哪去了啊，你就失去航道了，啊，所以这一个信号太重要了。循着这个信号，啊，你去念，啊，阿弥陀佛就跟着你这个信号来迎接你了，啊，来带你去了，你看多方便。啊，我这样说大家很容易理解。啊，你是用什么方法？我相信我有愿，怎样跟阿弥陀佛联系，跟西方极乐世界搭上这条线，哎，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线就搭上了。哎，而且念佛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啊，真有效啊。啊，我们亲眼看见的人就不少啊，啊，那是事实给我们做的证明。这底下一句说得很好，三无量者，极乐世界三种无量，你看，光明无量，寿命无量，眷属无量。眷属是同学啊，啊，阿弥陀佛是老师啊，是我们的校长啊，啊，这个同学里面，你看有菩萨，有二乘，有天人，啊，这些同学在极乐世界都是和睦相处。啊，都不会闹有意见的，不会起纠纷的，啊，为什么呢？他心不清净，阿弥陀佛不会来戒引他。啊，要知道，我们平时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阿弥陀佛看得清清楚楚。你想到这个事到我这儿来，我要不要你来？他看得很清楚。啊，如果你烦恼习气还没有放下，这个人跟我有怨，我都没报复他。啊，我到极乐世界，他怎么可以去啊？那到极乐世界，两个还吵架，那不是把极乐世界的社会扰乱了吗？啊，所以这样情形，阿弥陀佛不会接引他的。这都得要懂，否则话。我们念了一辈子阿弥陀佛，最后去不了，啊，不知道自己过时，还骂阿弥陀佛不灵，啊，你看我天天念你，你都不来接我，不知道自己烦恼习气太重啊，你一到极乐世界会出乱子，会搅乱那边社会呀，啊，那不是他不慈悲呀，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搞得要明白。啊，所以一定我们在此地念这句佛号，一个是跟阿弥陀佛这个世界联系沟通，另外一个呢，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烦恼习气把它压住。啊，这是有这么一个作用在里头啊。啊，去西方极乐世界
就很容易了，啊，就不难了。愿云声闻见是圆觉啊，圆觉跟声闻呢都是小乘啊，就是二乘人，或疑啊，或者有疑惑，被华经为彼佛国土无有声闻辟支佛尘，所有大众纯是菩萨无量无边。《悲华经》里头也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有这么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在这听到，如果你看《悲华经》这一段呢，或者就疑惑了。啊，那个经上讲无有声闻辟支佛尘啊。啊，为什么这个地方说有？啊，所以金经云何声闻无数也？盖此二者，这是大师为我们解释啊，这两种闻虽相左啊，而意识无若矣啊，文字不一样，意思没有两样啊，没有违背。金经是三辈往生，具云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个三辈是上中下三辈，这讲根性的。啊，他怎么往生的？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藕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面讲的。就是真心切愿，这就是发菩提心啊！这个说的好啊！啊，我们在没有读藕益大师这一段话的时候，是有怀疑啊？为什么呢？我们看到许多往生的人。真的念佛往生，走的时候瑞相稀有，欲知实质啊，哪些人呢？老阿公、老阿婆，他们不认识字，没有念过书啊，根本就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他们念佛为什么也能往生？那跟经上讲的不符合，发菩提心呢？你问他有没有发菩提，他不知道。啊，他只知道我念阿弥陀佛就是要求生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他不知道什么叫菩提心。藕益大师要解上这一句话，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真心切愿就是大菩提心。我们想想这两句话有道理啊，一点都不错啊！啊，相信想到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大菩提心。啊，那我们这部经上，三辈往生。这一瓶里面告诉我们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就是这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三辈生者，即以习发菩提心，所行必是菩萨乘。所以《悲华经》里面讲纯是菩萨，你一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是大乘，不是小乘。你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圆满的佛果，啊，不是分正佛，不是相似佛，它是圆满的佛。当然是纯大乘。啊，不但是大乘，
过去多少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啊，这个法门是一乘法了，凡夫直接成佛的大法，不可思议。啊，我们再往下面看，就越看越清楚了。至于彼国声闻缘觉，只是就其断惑之情况而言，这句话说得非常之好。啊，虽然见思烦恼断了，尘沙无明还没断。啊，所以是等于他方世界的小乘。是这个意思，啊，从他在那边修学，逐渐逐渐向上提升。你看，从人天提升到声闻，从声闻提升到菩萨，啊，这是讲他呢在那边的变异生死的变化，啊，像念书一样嘛，从小学、中学、大学，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但是他是纯大乘。啊，纯是菩萨了。非是只求自度者而成。啊，如果说只求自度，没有度众生的这个念头，这个人去不了的。是吧？若只求自度，不愿度他，啊，这是未发菩提心。啊，跟菩萨尘不相应。啊，不发菩提心呢，那就不能往生啊。啊，所以不发菩提心就不能往生。我们对于这些老太婆、老阿公就产生怀疑。啊，为什么他念佛能往生？啊，然后我们就想，这个，藕益大师把这个问题给我们解答了。啊，他没有学过经教，他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他真乏了自己不知道。啊，所以那些老太婆、老阿公，你就问问他们在生的时候，非常有慈悲心。无论有什么人有困苦啊，他都全心全力去照顾去帮忙。啊，所以他不是只顾自己的。啊，他能够舍己为人。啊，那这就是菩萨心肠嘛。啊，又是真心切愿，他怎么会不往生？啊，所以发菩提心他不知道他发菩提心，实际上他的心早就发了。啊，所以他有一向专念呢，他就能往生。啊，正诸颂矣，此亦甚显。啊，我们再看宋朝翻译是最后翻译的，这个无量寿经，啊，这个宋译本。颂一曰：我得菩提，成正觉矣。所有众生呢，令生我刹，虽住声闻缘觉之位，住百千居之，若有他宝刹之内，便作佛事，悉见令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经文意思就很明显的，啊，下面说：按声闻，不闻他方佛名，但求小乘涅槃，不去佛国。可是他在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人民所谓声闻者，能远至无数佛国，
做无量佛事，度无边众生，悉令成佛，正是大菩萨之行径，岂能视为一般声闻也？这是说，在极乐世界修行程度还没有达到菩萨这个级别啊，这个阶级啊，这是我们知道的。凡夫往生，一品烦恼都没断，待业往生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48愿威神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几乎与化身菩萨相等，但是他知道那不是你自己的，不是你修的，是阿弥陀佛加持你的啊，加持你管用，不是说加持有名无实，不管用。为什么呢？你有能力每一天到十方世界去拜佛去听法啊，到十方世界拜佛，你肯定去供养啊，供佛，供佛是修福，听佛讲经开智慧，是闻法啊，供佛闻法度生，那这是大乘菩萨之心啊。你现在虽然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佛的能力加持给你了，你能做到了啊。所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呢，从阿弥陀佛啊本愿加持，借作阿惟越智菩萨，那我们讲纯是菩萨讲得通啊。啊，下下品往生的那都是菩萨了，他是阿惟越智菩萨啊。但是加持你，你自己烦恼慢慢的会减轻的啊，智慧呀增长了，你的级别自然就提升了。阿弥陀佛加持不是永远加持你的啊，你还要在加持当中努力去提升自己啊。提升到什么时候不要加持呢？提升到真正十报土的时候不要加持了。啊，换一句话说，你在凡圣同居土，在方便有余土，你没有佛力加持，你就没有办法行菩萨道啊，没有办法像大菩萨这么样的自在啊。这个自在你从48愿就看到啊，48愿所描写的都是这些菩萨大自在大圆满啊，可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啊，这是无比的殊胜啊。十方世界所没有的啊，只有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有啊。你真搞清楚搞明白，你能不去吗？啊，你肯把这个机会当面错过吗？啊，那你就真的错了，真的大错了。啊，所以你搞清楚、搞明白，真正想去，老实念佛就办到了。啊，所以今天极乐世界人民，所谓的人民啊，称为神明，你看
他能够到无数佛国，做无量佛事，这个佛事就是听经供养，这叫佛事啊，对老师的尊敬供养，修福啊，跟同学们结缘啊，这都是福慧双修啊，啊，听老师教诲，同学切磋琢磨啊，进步就太快了啊，同时度无边众生啊，这一句是怎么说呢？众生有感，我们自己无量劫来与我们有缘的众生太多了啊，他们还在六道，还在十法界，他有感，我们虽然道业没成就，但是有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跟阿惟越智菩萨一样，阿惟越智菩萨在十法界众生有感他就有，换一句话，你也就有能，有这个能力啊，应众生之感，那你就去帮助他了啊，这就是度无边众生啊，不是几个人啊，不是我这一生当中啊啊遇到就生生世世家亲眷属你全都知道了啊，对你有亲的是你的有缘人，跟你结怨的也是有缘人啊，乃至你在没有学佛之前啊，你所吃的这些动分之肉，你所杀害的一些众生，通通都是你的冤亲债主，都是有缘人啊，你一到极乐世界就有能力去帮助他们度他们了啊，这些冤亲债主都得好处了，所以这是啊，都能帮助他们成佛戒引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算是成佛了，正是大菩萨的行径啊，岂能视为一般声闻啊，这是一般声闻决定做不到的啊，后面给我们做了总结，世所谓之声闻，皆依法菩萨之大心，未不退也。行菩萨之大行，行不退也。去无上之大果，这是念不退也。啊，这三句话了，就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圆证三不退。啊，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通通具足啊！啊，其实，正如《悲华经》所谓呀，纯是菩萨，《悲华经》里面讲的不错，没错。啊，文字跟你不一样啊，意思相同。本章这一章经文下面说啊，这样几句话，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这个人数啊，数量就不可思议，与百千劫，这是时间，习功计较啊，不是普通人，是圆觉，
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啊，这是假设的，不是真的啊，他们都是圆觉，比阿罗汉还要聪明啊，与百千劫是时间啊，共同来计算来比较，若能知其数量者，不取真觉啊，他们能够把数量算出来，正确的算出来，佛就不成真觉了。这是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居民亲近阿弥陀佛的这些学生弟子数量没有办法计算的，就如同寿命一样啊，寿命多长这些人算不出来。极乐世界居民多少他们也算不出来。总显佛寿无量啊，佛的寿命无量，人民寿命无量，各种弟子无量。我们在这些经文里面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看看，很单纯。佛是老师，往生到那里去的全是学生弟子。这个世界，实实在在讲，就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在那里办了个学校。什么学校呢？凡夫一生成佛的大学，这么个学校。我们是凡夫，只要进这个大学，肯定就成佛。到哪里去找啊？啊，所以同学们要知道啊，实实在在找不到。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你们去查，哪一部经上有这种讲法，你也找不到。啊，所以古大德称无量寿经啊，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第一经，很有道理。前面我们读过，后头还有。黄老居士引用了好几次善导大师说的话。啊，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祖师。啊，唐朝时候人。啊，有很多人说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应化在中国啊，日本人相信。我到日本人访问的时候问他们，他们都知道。哎，他说古来祖师都这样说的啊。那么善导大师的话，那就是阿弥陀佛亲口所说的了啊。他说这两句话是：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这赞叹这部经啊！啊，一切如来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以佛的身份出现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在这个地方教化众生。用什么方法呢？决定是用念佛求生净土的方法。
以这个方法为主啊。八万四千法门那是配套啊，这方法是主流啊，这个要知道啊。啊，所以《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看看，这还得了吗？啊，多少菩萨修行，修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都到华藏世界去了。到华藏世界遇到文殊普贤，你看文殊普贤还率领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这才能圆满。啊，如果不到极乐世界，在华严上就不能圆满，到极乐世界去圆满。善导大师的话没错啊，华严经可以做证明啊。下面讲给我们简单介绍三千大千世界，乃一佛所化之境。啊，这一尊佛他所教化的范围啊有多大呢？啊，像我们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教化的范围不仅仅是这个地球啊，地球太小了。啊，每一尊佛教化的范围最小的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最大的还很大，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计算它。啊，那么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啊，这里就说了，三千大千世界者，乃一佛所化之境，以须弥山为中心。和四大洲日月诸天为一个世界，啊，这个世界呢，这个世界叫单位世界，啊，一个单位世界，这个单位世界我们以前早年学佛总以为啊是一个太阳系，啊，或四大洲啊，日月诸天好像是个太阳系。我跟黄念老见面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他是学科学的，啊，在大学里面他教无线电。开这么一个科目，告诉我，他要我细心去体会，太阳、月亮，佛经上讲，是绕着须弥山转的，啊，日月在须弥山的当中，绕着须弥山转。须弥山是个比喻，不是真的有这么一座山。啊，那现在科学证明了，太阳系是绕着银河系转的。所以黄老认为，单位世界应该是银河系。我想想有道理。啊，一个单位世界是银河系。那如是世界集之一千，一千个银河系
叫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因果系。那么再集一千个小千世界呢，名为中千世界。集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一个大千世界。因为大千世界先以一千世界得小千，又以一千呢得中千，最后又以一千得大千。如是三度一千成之，故曰三千大千世界。实际只是一个大千世界，不是三千个大千世界。啊，那么三千大千世界具有一十亿个单位世界。啊，他这里面写的跟我们当时谈话讲的是一样的。现代天文学家已经初步发现宇宙中啊世界无量啊。人现界之太阳系及九大行星等称为太阳系啊，称为太阳系啊，地球就是太阳系的一员，绕日运行。那现在知道太阳系不但太阳啊不但自转，也是绕银河星云的中心啊。现在这个科学家认为是黑洞啊，黑洞是天体的一种啊，绕着这个银河系去这个运行，约两万年呢绕一周啊，两万万年就两亿年绕一周，这个确不确实还不一定啊，这个可以查一查这个天文学家的一些报告。那么太阳系是银河星云当中的一个恒星，银河星云约有一千亿个恒星，太阳只是里头的一个啊。那宇宙中有无数的星云，星云本身也在运动，所以银河一直是宇宙更大天体的一员，如是辗转扩大了，不可穷尽呐。当前天文学家之发现，已初步证实经云之世界无量。啊，这个是现在科学家也承认啊，佛经上讲的这世界是无量无边的。至于三千大千世界，那是一尊佛的教化区啊。那么这个教化区多大呢？就像黄念祖这一段文里面所说的，是十万亿个银河系啊，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啊，一千个银河系是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是一个中千世界，在一千个中千世界是一个一千是大千世界，所以一个大千世界呢是十万亿个银河系。这是释迦牟尼佛教学的范围呀！啊，我们心目当中所以认为的释迦牟尼佛只是三千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王子出生啊，出家修行啊，最后菩提树下了，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成佛了。这是佛在这个地球上的应化了，众生有感了，他来应化。我们是就这个四级上来看的，实际上
佛在《梵网经》上告诉我们，他说他这一次到地球上来示现成佛，已经是第8000次了。这10万亿个银河系里面，他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啊，像一个大的网络一样啊，芝麻粒点小事情他都很清楚。啊，我们这边众生有感想学佛了。啊，真的厌恶六道这些苦难，他就来了。他以什么身份来不一定。啊，3000年前出现在印度，身份是佛的身份，32相80种好。到中国也来过。啊，中国唐代古人说的智者大师啊，天台山的智者大师，法华宗的祖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这些说法呢，日本人都相信。啊，日本人对祖师非常尊敬。不像中国人，中国人对佛尊敬，对祖师不太尊敬，啊，日本人对祖师很尊敬，祖师的像都说得很大，佛的像都说得很小，啊，你能看得出来，他们对祖师很重视，啊，所以对于善导，对于智者大师的非常尊敬，啊，这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可见的应以什么身出现就用什么身，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众生的感啊，所以他总是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质量，众生心里想什么他就现什么，自然显现啊。佛菩萨应化到世间来，绝对没有起心动念。他要起心动念，他就是凡夫了，他就不是佛菩萨了。啊，所以跟十法界里面四圣法界不一样，四圣法界也有到世间来的。啊，但是什么？但他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之处。啊，他有起心动念。如果是从极乐世界来的，十报庄严土上来的啊，极乐世界就不谈了，反正四土它都是阿惟越致菩萨吧。啊，那我们可以说极乐世界全部就是十报土。啊，从那个地方来的人的时候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啊，所以他不是凡夫。啊，他们的应化跟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没有两样。啊，示现什么样身份，他要不暴露，我们完全不知道。啊，像最近的一个，啊，这个是我们可以相信的，印光大师。大势至菩萨才来的啊，这我们可以信得过的啊。有一篇文章在这个印光大师全集里面，好像在最后勇士界里头有一篇文章说这桩事情啊，这是可以相信的啊，特别是众生有苦有难啊，菩萨慈悲哪有不应的道理。
如果要没有菩萨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世界早就毁灭了。众生没福嘛，他们有大福报，有大智慧，他来示现也撑着一住，由他来嘛。啊，灾难总会化解一些。啊，这就是他的威神加持我们这些苦难众生。苦难众生并不知道啊。啊，甚至于还要骂佛、毁佛、谤佛，还要造这些罪业。啊，佛菩萨计不计较呢？完全不计较。对，他不起心不动念。啊，只是看你迷惑颠倒，造业受报，太可怜了。啊，不来帮助你，你就毁灭了。啊，怎么样也得来帮助。啊，道理在此地。幕后这一句愿闻大意为：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众生，皆成圆觉，以其神通之力共同计算，皆不能知阿弥陀佛的寿量，其过人民的寿量及过中人之数量。啊，特别说到那个地方修行的人多，太多太多了，这都是有缘人啊，都是聪明觉悟的人啊，只有迷惑颠倒的人不肯去啊，啊，业障深重的人不肯去啊，啊，这值得我们反省啊，值得我们觉悟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了。